加一点点大米。找到一个日本的产的毛豆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挪威的小米，我们一会儿要出去啦，看有没有岸呢？这个是我用新相机录的，因为它有翻转屏，所以说能看到自己。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看一下外面的雪。
找到一个日本的产的毛豆，这个是红豆、黑米、绿豆。加上一点高粱米，这个是在挪威这边买的很小的这种小粒的小黑米，再加一点黑豆。再加一点点姜米，再加一点点黄豆，再加一点点大米，好了。